就我自己选的人，我这一刻打动了我，是我的菜，被惊喜到了，那就选。因为我喜欢的舞种刚好就是 hip hop， 还有 locking， 比较 underground， 比较 old school 的。Urban 的话，你除了编舞，你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比赛？很好的精神就是 love and peace 嘛，你要全力以赴，你要尊重对方，拿最好的成绩，拿最好的表现出来，回敬你的对手。我有三大标准，然后第一个呢是 balance， 第二个呢是这个对音乐的理解，然后第三个呢是 technique， 就是你的技巧。两个纠结的时候，肯定我心里有一条虫会告诉我更喜欢谁。气氛轰就一下，我就浑身充满力量。这才是街舞的景象 battle battle battle， 小迷弟一样的哦。